这一次我的作品，这个作品叫《微世界》。其实我做作品的方法，我是主要以摄影为创作的媒材，然后把我去旅行路上看到很多有趣的东西，重新截取下来，然后再重新绘制这样，然后去绘制一个世界地图。那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身边看到的东西、生活中看到的东西啊，会很普通，但是它借由两个本来不会放在一起的方法重新组装之后，它会有一个新的图像或是比较有趣的看法出现。所以也借由这次的展览，因为来所有饭店住的人都是从各世界各地来的，然后旅行的一个休息的地方，那或许可以从这张图新的世界地图里面重新去找到或许他们的国家或他们的家乡在哪里，然后他会发现新的有趣的物件在他的国家的位置，全部都是拍的，就是我旅行中看到有趣的东西，或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放在什么地方有趣，我就把它拍起来这样。那这个图像里面其实是有几个城市的概念，比如说我的这个大地图里面会有几个绿地，然后会有一些住宅区，会有交通工具，它很像一个小型的城市，它会运作这样子。只有一个台湾，因为高雄太小了。台湾你要表示什么？台湾是一个那个赞的符号。亚洲区在这一块，东方就对了，对对对，黄色的也有，对对对，有全世界的那个位地陆地的部分，应该大致上都有。这个一个奇怪就是说，你把那个渤海湾设计那么多手，韩国那个手，对，那有时候是一些玩具，或者是我身边觉得有趣的小物件，就像你们招手就对了。对，然后它像我小时候的一个。或是每个人小时候玩玩具的经验，就是不断的组装，然后不断的拼接这样。所以你最中间这个就是一个镜头吗？对对，因为影像的东西是我们在看影像，然后其实影像也在看我，所以镜头其实是这个中间的概念。所以你就把它放在中间，对不对？我们在看那时候，他也在看我们，对不对？对。哦，所以不是只有你。对，就是那一个城市也在看着。南美洲你都玩过，对对对，有全世界都有，全世界都有。南美洲有狮子？动物是随机出现在不同的地方，不一定，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很可惜了啊，就是这个一般人都不会想象的东西，你都把它放出来了，艺术就是要这样。谢谢。大家好，我是黄建华，我主要是以影像创作为主，然后这次我觉得在饭店的一楼一进来，让旅客可以看到一个世界地图的图像，还蛮符合这个旅行的概念。欢迎大家去给你的时候就可以先看到作品，谢谢。